哎呀，别练了，你歇会儿吧啊！石大哥，石大哥，你俩见着翠花了吗？翠花，你早上没见着呢。对，我们还以为跟你在一块呢。不好了，不好了，快看看这是什么呀！大早上起来在翠花枕头上发现的。我问了，找小刀去了。你们这几天不见踪影，就躲这儿了，知不知道大家很担心你们？你放心吧，我该当家的忙着事儿。少叔。 你来干什么？你干嘛呢你？会不会好好说话？你不是念念不忘石山来吗？你找他去吧，走走走走走。我来看看你还不行？这几天都不知道你去哪儿了，我担心你还不成？那你是真关心我？小刀哥，大伙儿都担心你俩呢，回去吧。 那你，这是心里话还是他让你说的？是谁说的有区别吗？当然有区别了。你是我翠花妹子，你关心我，我心里高兴。嗯，要是他说的，我就给他一刀。哎，你这人说话有意思吗？你和山来哥从小一块长大，他什么人你不知道啊？就算他是汉奸的儿子，你也不能说他是汉奸呀。再说了，山来哥为了帮新四军打鬼子，连手指头都剁了。 差点死了，你还不相信他？花，你要是来替他说话的，那你就赶紧走吧。我听着心里生气。你生气我也要说。要是别人因为这个怀疑山来哥，都没什么。可是你不行，你是他兄弟，兄弟不挺兄弟，你还插他一刀，你还是不是兄弟啊？我什么时候插他一刀了？谁说我现在不是跟他是兄弟了？ 永远都不是了，我跟他不是兄弟，永远。
嚯，嘿，嘿，哎，看什么呢？这是，撑脚呢，给我量点水。哎呀，我们这是乡下人出身，都习惯了。长征的时候雪山都过过，这点水算什么？来，我来。哟，过，哟，腾开。主任，啊，菊花带回来的东西。 有用吗？哎呀，翠花这次带回来的东西，如果说是真的，那就说明敌人为了保密，连自己的人都不相信了。萧鹤峰的手下就是为了这个计划被灭口了。上次那个圈套，他带有明显的目的性，目的就是带你们去那个假的仓库。可这次如果说是假的，他的目的是什么呢？ 看来啊，敌人为了这个计划已经不择手段了。我们无论如何要小心。主任，小心来小心去，那就什么也查不出来了。那你想怎么干？我想接近黄国良。这可不行，太危险了。你现在已经是日本人和黄国良重点缉拿的对象了。我石山来时啊，萧九川可不是。 哎，下回一定过来啊！这你今天晚上开心吗？开心。哎呦，高兴我！高兴。哎，我听说他们过两天还要来几个新的，给我留着。好嘞。各位，让咱俩啊！姐夫，哎哎哎，过来！旺财，旺财，快来救我呀！旺财，喊什么喊？ 哥，咱是老相识了。哎呦嘿，谁跟你是老相识了？不是大哥，你什么意思？你把我弄来就为了揍我一顿呐？打你怎么了？大哥，叔，不是大爷，大爷，大爷，你说咱哥俩吧，那么长时间没见面了，见了面咱得聊聊天吧。谁跟你是哥俩呀？那咱哥们儿，哥们儿，我问你，啊，你刚从你娘胎里出来的时候，是个什么情况？ 从娘胎里出来啥情况？我闭着眼呢，不是大哥，就算我睁着眼，我也不记事儿啊。我问你，你们家还有别的兄弟吗？不是大哥，你真逗。我们家的情况你不了解啊？你演我演了那么长时间，你还不清楚啊？我有个弟弟萧鹤峰啊。再说了，我还有个媳妇儿啊。我那媳妇儿不差点让你给睡了吗？你跟我媳妇儿两个名分。哎呀呀呀呀！行了，石大哥。 咱还是问他正事儿吧，那个事儿现在问不出来。我问你，啊，你这次去镇江干什么？说，问货呗。什么货？清单呢？清单？你跟我装糊涂是不是？没，哎呀，大哥，我就是给黄姑娘弄药啊，我去了也白去，我也搞不到啊。 怎么会见不到呢？就那康大少的全家全让他们给杀了灭口了。康大少一家都给灭口了？对呀，我要是仨半句谎，我就是大姑娘养的。我跟你说啊，大哥，就这黄国良让我三天之内给他货，我上哪儿弄去？他还说了，我要弄不到，他就把我给毙了。你小子，我早就跟你说过。 这就是你当汉奸的下场。哎呀，大哥呀，我也没办法啊，我就是人家的一个肉喇叭呀。那你说我怎么办？我家的情况你又不是不知道，我是上有老，我下有小，我身体还不好啊。
我的个天儿啊！哎，大哥，要不你替我去？你小子这小九九打得挺好啊，我替你去弄货，回头给黄国良，完事儿保住你小子的狗命，是不是？来，走！哎哎，把衣服给我扒了！三哥，三哥，三哥，走！爹。大了，翅膀硬了。爹，你要走，现在就走，就当我今天没来过，什么都没看见。我只求你能到南。你要走的话，从龙城的南门走。我去镇江。你们想啊，这批货，连萧九川自个儿都说不出个名堂来，而且黄国良催得又那么紧，我想肯定跟那个秘密计划是有关系的。一旦这批货我要是搞到手，我就能接近到黄国良。山来哥，我跟你一起去。不行，太危险。你好好在这待着。凭什么呀？我也是好心要帮你。嗯，翠花去也好，现在跟前几次相比，形势更加险恶多变。让翠花女扮男装，给你打个下手。女扮男装，抓不下怎么办？撒尿怎么办？这不是给我添乱吗？我保证听你指挥，不乱动，不喝水，不撒尿。好。
咱们九川还没回来呢，非得这会儿走吗？小点声，老爷，杜鹃说的也是，咱们等等九川吧。你知道吗？这船票是很不容易弄到的，如果走不了，我们想回头都来不及了啊！老爷不干了，老爷不干了，别嚷。 少爷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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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少爷
给我灭了，不要发出声响。我们出南门。好，灭火把，快灭火把。驾。少爷，少爷，少爷在哪儿？少爷。光彩，光彩，光彩，少爷在这儿呢，光彩。哎呀，这个光彩呀，你他奶奶的什么耳朵呀，光彩。我们都做好准备了。司令，您找我。这么晚叫你来，没有影响你休息吧？没有。司令都在工作，贺峰更应该尽忠职守，不敢有丝毫懈怠。尽忠职守，好个尽忠职守啊！怎么了，司令？你放萧宗海一家从南门出城。司令，属下擅自放走萧宗海一家，自知有罪，请司令责罚。责罚？萧贺峰，我一直认为咱俩已经肝胆相照，达成了共识。司令，您不是跟我说过吗？要让我成为萧家的掌权者。可是没有萧家，何来掌权者可言？贺峰不可能孤家寡人一个人，成为萧家的家长吧？贺峰是想让整个萧家都亲眼看到我能继承萧家，让赵白露心甘情愿地回到我身边。你这些愿望我都可以满足你，但我也有条件：一，拿石山来换；二，你现在跟我走一趟。
大汉奸，喝水。 要不要等等九川啊？那就要看他的造化了。小四啊，怪老爷，现在还不安全，告诉后面要加快前进。哎，老爷，后面的跟上来啊！快！爹，娘，杜鹃，旺财，老飞，这人呢？人都哪儿去了呀？ 出来吧你！哎呀，哎呀，哎，救命啊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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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救！救！你喊呢？ 我告诉你，你们家现在从上到下都没人了。哎，你随便喊，谁都听不见。三儿，哎，再喊几声。救命啊！二位，嗯，多日为奸，一向可好？一向可好啊？啊，跟谁套近乎呢？ 啊！我告诉你，你们萧家从上到下全是我仇人，哼！我就应该连你们一窝老的小的全都一锅烩了。当家的，嗯，别激动，别激动，等咱们拿到了宝藏，再杀他也不晚，因为他是萧家的人。少废话，说，宝藏在哪儿呢？宝藏？啊？什么宝藏？ 您这是要远行啊？吉军，难道你不怕死吗？你要干什么？白天的，现在。
だ女の人連れに来い。你们要干嘛？娘娘，你们要干嘛？你给放开！好了，娘娘，爹爹，你救我，爹！离我远一点！王亚锦，说还是不说啊？该给你们的我都给了。我再问你最后一遍，宝藏到底在哪里？爹！爹！娘！啊！别打！畜生！你们要杀，就先杀我吧！王亚锦，他们两个谁先死？老爷，都到什么时候了？你要那些东西干什么？你就说了嘛！爹，你就快说吧！我肚子里的可是萧九川的命根子呀！爹，放了他们，我带你们走。三儿，你还记不记得老二汤师爷曾经说过，咱盘霄山的宝藏就是让那老秃驴萧宗海给抢走的。是啊，他说咱们家宝藏啊，有一个金山，有一个银山，对，还有一池子珠宝啊。我当时还不信呢，你要是不把那银牌子拿出来，我还以为。先来他十刀，拉一刀放一把盐，拉一刀放一把盐，再拉一刀。大哥，我真不知道那东西放在哪儿。真的，你想想，我是他们家老大，我都不知道啊。别听他，去。咱们俩不是好久没吃饭了吗？啊，这拉下来的肉啊，别扔，找个油锅炸了。啊，我看行，我去找锅去，再弄点油。一炸，大哥，我这么着吧，如果这个东西没在我们家院里，那我就知道肯定是在我们家祖坟那儿，我爹藏在那儿。要不我带你们去。小心啊！
面就是我们家祖坟了。你要是再敢骗我们，就给你们埋这儿。哎，我感觉这地方怎么有点味儿啊？潮湿。哎，别动，前面好像有人。走，过去看看。走。哎，二哥，出点劲啊！火把拿过来。快点啊！哎，崔管家，差不多了啊！啊，他大爷的，这是刨我们家祖坟啊！我们家祖坟！别说话，这里面肯定有货呀！这人怎么这么眼熟啊？兄弟们，加把劲儿啊！好。多谢各位了，我的妈呀，老费！今天晚上的事情，还望各位守口如瓶。裴管家，你看兄弟们累了半天了，你也别多想，你能不能哎把这箱子打开，让兄弟们看看这里面到底有什么宝贝啊？是啊，从现在开始啊，所有的事情都跟你们没关系了，以后也不要乱说话。你说这话我就不爱听了。兄弟们，哎，来了来了，哎。你们想干什么？这么多的宝贝，你想一个人独吞啊？我们兄弟们出的是苦力，挣的就是这份血汗钱。对啊，对，留一箱子珠宝给我们分分，不过分吧？你们想趁火打劫？哼，挖祖坟这缺德事儿我们都干了，我还有什么不能干的？今天这箱子宝贝，你留也得留，不留也得给我留。对，快点，哎，再说一说。啊，大哥。大哥，大哥，大哥，哪打枪？我是盘香山徐小刀，想活命的，都我滚！你怎么会在这儿？那我应该在哪儿？啊，在你关我那狗洞子里。那是特殊情况，我没想害你。老费，别乱动啊！你们想干什么？你这话问的就奇怪了。我们是土匪，我们能干什么啊？这宝藏归我们了。这可是萧家的东西，你要拿走，得想好后果。萧家的东西，萧家人拿不正合适吗？后面那个，给我出来！少爷，你怎么会跟他们在一起？哼，我跟他们在一块怎么了？不行啊！行了，甭废话了。三儿，掩护好。不是，你们两个到底怎么回事？为什么到这里来的？我跟你说过了，你这生意我不做，你要的货我也没有。谢尔盖先生。我是来跟你做买卖的，做买卖？你到底是谁？打听我想干什么？你一定要给我说清楚。我是龙城的萧九川，我是来找你做买卖的。做买卖？嗯，萧九川，康大少爷，是不是你害死的？没有，真的没有。嗯。别动！我没动枪，我给你银票。银票，钱倒是好东西，可你不是好东西。康道少也算是你的朋友，既然他的仇人落到我的手上，我就替他报了这个仇。他没死，真的没死。要怪，就怪你撞到我的手里。我为什么要相信你？我可以找到他。我这么相信你说的是真的。自从匡家被抄，再也。老飞，
这件事儿还有谁知道？要我说，来的不是我家老爷，就是黄国良。娘的，早不来晚不来，偏偏这时候来。三儿，跟他们拼了！当家的，不能去。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。咱们干不过他们，还是跑吧。娘的，走，快走，走，赶快走，走。这些箱子用枪是打不透的，把箱子撬开。慢着，这箱子上的锁是我当年找的河南的巧手工匠做的，是蝴蝶连锁呀，不用钥匙是打不开的。如果用工具把它撬开，那机关就会被卡死，再也无法打开了。吉俊，钥匙到底在什么地方？在押货人的手里。老飞啊，把家里潘萧山的宝藏都取出来，交给黄司令。这钱财嘛，乃身外之物。去吧。萧宗海的奴才们听着，你们家主子已经把这批宝藏献给了国家，你们不想让你们主子死的话，就把钥匙给我交出来。